新北市台七一线八公里三峡路段今天下午传重大车祸，一辆机车在行经三路弯道时，不明原因失控，先撞到路边护栏，再与休旅车发生碰撞，年约20岁机车骑士被抛飞，机车也瞬间起火燃烧。新北市消防局获报到场将火势扑灭，但机车已烧成废铁，骑士倒卧马路上，已无生命迹象，紧急送往三峡恩主公医院抢救。车祸发生原因仍警方进一步厘清。